对啊，等一下，我再帮你吃这个。好了，好有了，迫切的。在巨魔，现在在巨魔没有破一千都觉得很不好意思。真的，哎、欸、靠！我要插新眼珠是不是？哎哎啊，好好吃哦。哎、欸，你让他抓一下哈，我嘟个管子上去。好。好，我闪了。好。嘿嘿嘿嘿嘿啊！在笑啊，在笑啊！笑啊对不起，生气了吧？哦，哎、这是什么？哇！他喷我、啊！哎、欸，快死了，快死了！他哭了，他哭了，他哭了，哭了，哭了！我打不破了。地洞有没有？地洞哈！来来来，这边这边这边！啊，来吧！哎呦呦，可以哎！应该吧？啊，来不及了！哎呦呦！哎，都要变很长哎！灭尽麒麟，麒麟灭尽灭尽，我现在看得到了。啊，还是让鸟猫帮他跑了。好、啊、走啊，不会那么快跑啊，走啊。走啊，跑掉嘛，然后你叫出来，别浪费。别浪费。总是这样稀稀疏疏啊！你吃什么东西啊？我在吃牙套。我的天，听起来像。对啊，很像，对不对？你吃过？牙套是这个声音就对了。牙套磨在那个什么餐盘上面的声音，可以吧？可。打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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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哎，会玩笛子了，好玩儿。过来，我还要弹刀。我真的不能欸，我要插新眼珠了。打特定怪要插新眼珠啊，没办法。打黑狼鸟一定要插。欸，我记得有一个音色是不会弹刀的。不是啊，我挥的第一下，我挥的第一下一定会弹。哦，你在旁边挥两下，那个自我强化就不会弹刀了。哦，对耶，我是记得那一招啊。啊，难怪我笛子没插心眼，就对啊，就自我强化就可以了。这黑狼鸟是不是大鸡？不好意思，我不是赛亚人了。啊，没有拔刀。一颗贯通弹，一只手。哎、欸，我被他的尾巴挡住。哇塞！哇哦！哦！我身上有生肉，有放地上的。你要放地上给他吃吗？可以。怪不是阎王龙的毛吧？没事哎、欸。对
都有用跑出来。嗯，一般的。可以撞。好。我差一点。五十很正啊，这边我的位置。好，看到了。嗯，啊，消失了。我是显示我的掉落物捡完之后还有八排在右上角，哎，你们是看是这样子吗？有八 ，what？ 啊，对啊，就是我刚照理来说捡完东西大概顶多留个三排，三排就被那个吃掉，对不对？资讯。我等下捡一大堆蜘蛛给你们看。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跳会留在上面的资讯。对，有到八排。你八次可以存到八个资讯。哦，你是只拿到东西的那个？对，不然之前就是你捡到一大堆东西，就是马上就被吃掉，讯息被吃掉。哎，可以撞。他讯以前那是讯息。往下跑的速度比较快啊！哎、欸，靠呀、嗯！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笛子的关系啊？还有那个笛子改变讯息速度是不是？对啊，没有、啊、是可以多留资讯栏。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我等一下留多一点，一次剪给你们看。Oh my god！降落还会撞倒，也太靠背。哦，还好转弯了。好，我要开始捡了。快死了！我开始捡了。好，你要开始捡。捡。他飞去哪里？上面。他飞回森林的。森林上面睡觉吧，还是你们看好，
阎王，安安。哇靠！你看右上角，本来还有更多的，因为捡到尖锐石，快气死了。对，你的好上面哦。对啊，而且刚刚显示那个魔物出那个就是剥皮还是破坏魔物掉出来的那个东西。我的在你的从底下往上数第四个那个摘银狼毛，差不多就消失了。对啊，顶多留四个嘛，就没了。对啊。啊，然后那个魔物就一次蹦出四个在上面，就让很清楚让我看到有开什么。那真的是有点挤。我想说，哦，改版了，这么棒哦，都看得到了哎。哎，误会。误会，误会。哎，误会，误会。哎靠呗！我觉得、欸、等一下这个是哎争夺地盘。我去挑一个那个好了，回复耐力跟回复生命的，就卡着跟你们打这样子。站着睡觉。还是睡着了。对啊，他快死了。我那我丢麻痹了。哎、欸，你的捕获弹有伤害吗？没有吧？没有啊。然后射下去，突然惊醒。不会。不然的话也不会事前先砸啦。九分钟哎、欸，干得掉吗？干不掉。这么多分钟？哦，你要去那个了。对啊。我会再来选地址。有点困难。调查报告。要打什么啊？要打阎王的话，那应该是不太行。对啊，我去厕所一下。那就换你们换谁开这样子啊？好啊。然后我就查一下你这边的大矿脉、啊。我记得你有个大矿脉，我不知道。查、啊。没有找到在哪裡？哎、欸。啊？日出。哦，我看了这边没毛几，没事。另外一边我没看。没事啊，没有。生物博士，因为他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嗯。SSR 毛巾。没有。皇帝的木有。啊！还是九分钟，你要陪我去采熔岩地带的骨头跟矿？可以啊。可以啊。稀缺，非常缺。可以啊，熔岩地带的矿，跟骨头。你说挖矿好，因为现在东西新的东西往上升都要熔岩地带的矿跟骨头。好，采集装够。结果毛吉是常住在沙漠那边的，普通毛吉。苦吉。普通的猫之翼。有 TV， 永远换到巨像普通毛吉。我来了，去挖矿了。不去已消失。我现在最缺的就是入山虎的矿骨种跟龙岩的矿跟骨种。那先用挖龙岩的吧。好好，我最你知道我最缺的是什么？驯龙的天理，干，真的呢。我那个就只有一个，还在犹豫要不要做那一个，因为做那个有那个昏厥耐性。做啊，天灵再打就有了。你是不是想利用我？没有啊，我反正我已经有六七颗了吧。干，哎、欸，这边有龙岩毛吉在摇头，点头啦，摇头。他摇头啊，摇头晃脑。好屌！生物博士发威啦！哦，你有吃哦？没有啊。哦，我讲错了、啊，毛吉博士。哦。哎、欸，算了。妈的毛吉博士！妈的毛吉博士！好、哦，哪一个岩浆的还是黑的？岩浆，那个怪力种子那边。好，
说毛奇吗？我的黑的那边啊。现在直接往前走就有了。他点头啊。今天想抓，今天想抓，拿爆棚炸他。看。那闪光灯闪那边吧，哎，争夺地盘痕迹。闪的不会跑吧？我不知道。哪里？黑的地方。好，我来了。黑色跟，好好。对，直走直走，贴着你的左边的墙壁走。有吗？我看到他了。巨大孔脉。好，在前面。鸟笼走。哦，看到了，飞龙种的特殊痕迹。我也是飞龙种啊，我是，你应该也是飞龙种吧？不可能大家挖的不一样吧？哦，看到飞龙种，我看到鸟笼种。再挖，我去。高速跑步。你说刺客吗？有了，在这，巨大过程在我这。他直接出现在我面前。哎，怎么都没有矿？把他抓起来打，不用关麦了。让我想到那个、啊、有人的手机被弟弟摔坏，不是吗？那所以决定要把他转卖，型号是七岁。哦，那个我看到。七岁。七岁会你会讲中文？对。啊。然后什么都有，我就忘记有点忘。那就有三行。价格好、啊，我先离开啦，拜拜。价格拜拜。那这样我们要离开啦，因为继续挖不会生的。他走的话，嗯，对啊，那就走吧。打江江的荒地啦。可以。我去配有不屈的。早开配了。你就算没有笛子没吃 buff， 你死完之后也有一千呢、欸。不，零点剑。好。每次看到只有你，我都担心今天是不是又有个女了。该不会是真的吧？我不知道、哦，橘我那个彩彩我不知道，橘。他说会晚一丁点啊！哇！但彩彩不知道，嗯，没有回应，你快笑、啊。第一，看彩彩私下还有玩，有啊，他都有玩。开启。妖强
好。我问他。改标题。先开台，先开起来，噔噔噔噔，哇，狂啦！更新资讯，开挖了。今天只有我跟繁星先来，局会晚一点，彩彩不太清楚，临时出门去啊，还不太清楚。噔噔噔，哎呦，繁星跟我的等级差不多啊，你18我19啊。嗯，你18我19啊，真的差，你有什么偷懒啊？这是差一点点呢、欸。对啊，我们只差一等啊，还好啊，对不对？我看一下我蓝色多少，看一下嘛。哎、欸，我蓝色多少？17。哎、欸，我怎么30？你 是等级有 bug？ 我觉得有哎、欸，你怎么用得教我？何所用的我也不知道啊、欸、我其他的角色啊我已经2只25了。你有遇到那个呱呱吗？啊，玩的途中有遇到呱呱吗？呱呱什么呱呱？外挂、啊哦、没有哦，都是那个啊，我私下都是加人家，可能人家玩了十几二十分钟，这样进去比较爽。那我们今天好不好、嗯、先你的那个是四星嘛，还差一关哦。对啊，武器嘛，可以玩。每周合约，你在这关护盾瓦解，不能有护盾吗？他没有护盾，哇，他没有护盾，四星没有护盾，我觉得有可能过不了。把那个四人游戏勾掉。等一下，繁星，嗨，既然那个。两个妹子没有来，我们自己喝酒。好，我跟你讲，我来看看有什么好喝的。傻瓜黄油，狼蛛烈酒，老练乐器，浴火真情。你要干嘛？来啦！跟你讲，它特殊的酒不得了。我上次只喝一个，我只想说喝喝看，就没想一喝就上瘾。其他我就还没喝，所以这也是第一次一起来体验。喝出来的味道不得了，害人不浅。害人不浅就是那个，好像是在讲话那个。啊、来哦来哦，哎呦咻哎、欸！一人一杯，浴火真情哦！哇，你看这燃烧、哦。我怕辣哦。没事，不辣。来，3、2、1，喝下去。我有爱心，这就是我对你的浴火真情啊！啊、怎么还多一杯？哎呦呦呦呦，来了来了！哇，烧起来了，烧起来了！哇，这等一下都是这样子吗？天啊！哦，没了。每一种酒不同的效果。哦，叫那个来喝，看他烧起来！哇哇，这可以太好笑了。难怪欸、我们来看火烤南瓜。他生气气，气个屁，给我烧！哈哈哈哈哈！辣死我了！他好会演，他好会演！这不是观众吧？这么会演？因为他自己那个整个画面都会很烧，就忍不住跑。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来，我们先来走走。刚好剩一个蓝色小精灵的位置，就给局看局什么时候来。嗯，四星哦，行啊，没问题啦。
啊，话说我换成那个火焰枪了，哼，因为冰冻枪比较是打单体那个吧，对，可是火焰枪其实，在三四星那个小怪太多了，对啊，烧的比较好。那天你跟你玩进来都带火焰枪，嗯，哇，但我还是有用电浆枪，哇，拯救矿罗。麦芽辛苦。哦，对，直接就有一个啦。师傅。蘑菇蘑菇，哇，这蘑菇超多哎、欸！多到爆啊！有看到萧团吗？有啊，我跟他在玩。好。哎、欸。OK。哦，我这边已经八个蘑菇了。绕一圈，八个蘑菇嗨起来，十个了，已经完成一半了。OK， 意外的舒服。哎、欸，哎呀，他敲好了，他敲好了。往哪走？随便走，这里吧。前面有那个坏掉的补给箱。嗯。那个修好的话还会有一个补给。哇，是啥、欸？对，我是专攻，对不起。我怎么？可以吗？可以吗？有那个滚滚怪，两只。我在烧，我把它烧出来了。是。哎、欸，不好意思啊，我平常没有玩这招，忘了我可以关。敲太久，害我们受伤了。哎、欸，你还好吗？关心，哇，还活着。没有，刚在你们后面就全部都跑咬我。哎、欸，你继续走，你继续走，你继续走。小心，小心！哇，怎么超痛？头上的那个要先打远距离的。对啊，对啊，你进来打，出歹机啊！哦，我从这要打死。欸哇，没有补血了，有了，剑什么降落？来来来，哎，幸福一个蜘蛛，对耶，我有幸福蜘蛛可用。找到什么？蜘蛛母巢？对。那我去。哦有哦，机枪。换子弹。烧死你！没子弹，也要死死死死死！很多很多很多蜘蛛，很多蜘蛛！他死了！志坚，对不起，我烧到我的小帮手，就是他，他死了、欸，他死在哪？他要死了。哎、欸，不行啊！有那个远距离的，远距离的，推哦，推！哇，远距离的有点麻烦哦。不要换一条路过去。挖开救他吗？我想要晚一点救他。我在挖小团。默默的挖小团，有没有第四个？哎，我看到那个远距离的。好，我远距离的。哎，橘，哎橘，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来来，橘来了，我马上把那个，我把它挖下来了，哇！私人游戏开起来，橘你应该可以有吧？自己加。我们在激战呢，我还在跑，你们加油。没关系，你慢慢来。他说死了。嗯。哎、欸，他活了。哎、欸，他跑了。关心。喂。哎、欸，他不见了。他退了。他干嘛、啊？一堆哦。哎、欸，又来，代表外面有那个母大水母。对。有，我看到了，在远方。怪怪的，不行，
哇，这走不太出去。对呀、啊。状况是这样啊，外面有一个大水母，所以他一直招小水母，然后还有一个远距离的。哎、欸，就这个是不是？好，我干掉，杀掉，杀掉，杀掉。我们先换一条看看。好。这个没有护盾真的是很哈扣。哎、欸，完了完了，等等等等等，小心。那个会远距离打啊。是是是是。是哟是哟是哟。哦，母巢好像没事。小自己、欸、很多小，我放我放我放。好。蜘蛛那个飞舞啊，是我的，吃个糖果，大的来哦，大的来哦，上面 ，much better， 那边有那个哨塔，嗯，你看，等一下，慢慢打，喂，大蜘蛛我烧，这我简单啊，好。哦呦，怎么？哎，比较讨厌就是水母会一直来，来不停啊！练习射击游戏，我要吃糖果、啊，又一堆哦。我的天，两只，我炸他们！哎，我觉得这边现在地形还有点斜，我没有加入啊。好，所以可能我要邀你。等你们结束再邀我哈。我们刚开始、欸。真的。我们需要你一局。哦，来。非常需要，我们需要一个帮忙吸仇恨的。好，换的。我来邀你，邀请好友。哟，我邀请了。啊，你有看到那远距离的吗？有啊。上面，干掉。我觉得。不然就是速战，嗯，赶快，对，我怎么又要重点、啊？还可以吗？这个我在看，好，接两个脚了，差一个，赶紧 cover me 哦。要打水母，还是你修？你来修好了。我死啦！哇！好多水母。对啊。哎，我只能用工程师哦。那你选了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啊，另一只也可以吧。有人进来了。他抢侦察兵，我不能用侦察兵。啊！我死了，没关系。没有看到是那个。跟你抢。那个杰瑞加进来了。哎、欸，那叫杰瑞通话到这里，我邀他。可是这样，我的那个要重练哎、欸。没事，没有，我们可以沟通。杰瑞每一只都可以沟通。对，他什么都没有。对。你看，我们三个加起来也没你高等，你看看你。我要怎么密杰瑞？我跟他讲一下。我密他了。邀请。我要怎么换角色啊？在你的电脑里面，电脑那里的对面，對那边应该都可以换。还是我过去叫他。邀 Jerry 进来，哎呀，推坑给 Jerry 就有人一起玩了。过去喊他哦。哎、欸，他来。我们的 DC 他还没有。哦。看哦。有啊，昨天有看你们还在那边推坑。
那好游戏。哎、欸，有了。哎、欸，橘他现在那个专场又重置了，嗯，又重置，可以点超多。对他这次就是开放比较多点数。哎，换我的房间，我自己现在点数都大爆满。哎、啊，你可以看主要点就是红色可以装两三个啊，蓝色除非晋级，不然的话只能装一个。有了，有了 ，Zerry， 你可以玩工程师吗 ？OK， 没问题。因为我们橘是玩蓝色小精灵。冲刺。可以点一点。啊，这画面打一下。对。刚刚想说，哎、欸。我们四人游戏怎么多了一个人？对啊，刚刚好。我们今天原本还跟另一个彩彩玩，就他今天有事不在。你加进来，嘟啊吼！当你处于一米哦，我现在发现我刚刚那些蓝色天赋，我之前都有点嘛，然后结果那天跟你玩，我都没装。哦，对，要装。欢迎工程师也可以看看。嗯，而且我们。要挑战的是四星哦，等一下再挑战一次。刚刚太难了，等一下还是很难，那我还是很难。我要当巡抚大师。我觉得这样，我们可以先帮他们先解别关，因为他再过12分钟就可以换。好，护盾瓦解四星真的太难了，真的尽量跑了。你局现在还有什么任务？哦、我记得你好像还没有，你在等巴登，好像是呢。嘿 ，OK， 那可以给我一个，我这个就差晋升了。哎、欸，等一下，我的手也是护盾瓦解，这一区是干嘛？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帮 Zerry 解。Mission selected, powering up the drop pod. Yeah， 是人。好，加油！辛苦你哦。一样啊，黄色的啊。我们来断片一下啊。怎么断片？喝酒是不是？嗯，没错啊。断片黑啤。呵呵呵。他还在特调啊，这是特殊解锁的。等一下要一起喝哦，因为他喝下去会不得了哦。这又是不同的效果哦。橘，来准备，带你喝好喝的。哎、欸，这杯子没看过哎。你看，哎、欸，你的蓝色小精灵杯杯，这是我的。一人一杯，一人一杯，来一起喝、哦。哎、欸，干杯，干杯，干杯。要拿到吗？哎呦呦，三二一，干杯！喝到啦。你们刚靠很近，他好像有那个有碰酒，有他就往前。喝一下！哇哇哇哇哇！很晕很晕，断片断片，真的断片了、啊！这是要怎么玩？哎、欸、哎，头发一下，倒了倒了倒了！死光了！真的晕了！哇，直接回医务室！断，没有，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先死过了，等下不会死了，不会死了，确定吗？橘好喝吗？我觉得有一点苦涩、啊。小心啊，别人的酒不要乱喝，断片。陌生人给的，不要喝到一。哇、啊，不好笑。昨晚，昨晚，我觉得这个特效各种爆。